目前我们 TT 现在成绩不太理想的话，主要是可能我们选手个就是这个版本，包括个人对个人理解可能没有其他队做得特别好，然后团队配合也没有校队特别好，所以可能会不太理想。我觉得后面应该会很好。哎，感觉亮着的吧，搞把盲塞应该还是赵信，对，赵信优先级要高一些。但我觉得骚分说实话这把可以搞个盲塞啊，对吧？骚分盲塞也是有说法的，骚分可以搞个盲塞，哎，真的是盲塞，给赵信让给你，铁男吗？哎，拍肩膀了，相信自己，右保交流很急切啊。奥恩，奥恩打使用桶的话就是对发育，两边应该都会出肉。扫兴，扫兴，有点扫兴。这是 TD 的阵容，有个奥恩可以发装备，比较扎实。哎呦，泡芙一直在扭，哎，迪波赚到了呀！快快，哎，小盾，哎，可以，哎，躲个 Q， 飞进来了，二级抓下。原来刚刚教练商量的是这一套，可以直接治疗了，很危险。找快风，直接摸眼，闪现过来，减速 Q， 完美拿到了400块，还能减速，还要死。哎呦，二级抓下，刚才教练拍了半天肩膀，嘀咕了半天，就是这一套东西。原来他跟 Captain 说的是，这把你进来不要死，只抓下。我骚文逮到个机会，想过来反，但是没沉吗？哦，还是被骚文拿下了。咱们这个位置可能要交闪了，哎，Captain 这一个睡，但睡到队友不敢跟，没梗。这一波你别说，还真能打。这里的话，两边 ADC 都没来，但是微博这几个战力很强，出事了呀！完了，不是直接猫咪直接卖，那自己能走吗？还好一个爆炸修复，炸回来一个牛宝，哎，这还顶了一下，小猫有想法，小猫，死应该死不掉吧？牛宝有闪现，有猫咪过来再抬一下。那说实话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但是抗压，抗住了就行。我后期比你有用。对，13级往后。Bridge， 哎 ，Bridge， 这前面一个二级抓下之后好像有点，这没死，伤害不够，他是先攻拉克斯。这刚才如果是个艾丽莎的，可能死了。我还没注意他是先攻。Captain 有闪现的，捡的闪，哎，这波有机会 ，Fridge 是有大招，拉一个飞星过来，看 Q， 有闪现，等你闪再交 Q， 没 Q 到啊，但是还是有闪，继续追 Captain， 然后差一下还是带走了，那的话是一个互换，维克托是一个单吃，留一下嘛，一个人吃，对啊，留一下，哎，上路怎么镀层吃成这样了？就很烦，真的包括就是，哎，不是11分钟，惹善对线单吃三层，爽吃，直接鬼大，很凶，伤害能够吗 ？W 中了，但是幻风帮忙挡一下，杀应该杀不掉，对，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控龙，主要你下路女警拉克斯啊，对，先攻爆头一波，再狙一枪死不了，哦，还行，但是没那么高，哎呦，牛宝一过来就看到牛宝在挨打，这是肉弹冲击。要给小羊的脑袋撞晕了！哎呦，再吃一个又吃肚子，右宝走他边上去啊！右宝他会烫你的，塔会打他的。右宝这把，只要看得我好气，这塔皮要没了。这个一会儿是的，右宝好难受啊！这玩的，一下然后一直都直接拉开，飞机来了，他还 P 了一下，这个眼应该是没有看到飞机让草过来的。烫的闪现差一点，泡然装一下开大招，闪流啊！闪没好，但是有秒表。还差一点，上后击他有夹子动不了。肥姐能换一个吗？换不掉，毛病一口奶，治疗也抬了起来。找戏来，但是肥姐在，肥姐就在等你。Surprise， 给了治疗上当了，骚分很尴尬，退也不是，换不掉。哇，哎，这肥姐在干嘛？不保队友的，他觉得稳杀，但是咳血抽了一口。肥姐反大嘴呀，这波 Q 闪，闪现，玩僵的。我操作是挺帅的，但是 AD 被卖了，上路还是拿到了一血塔，哇，酒桶单吃一血塔，很舒服。这波感觉犯大嘴，这老老实实把骚风一杀，这波很赚的。主要没想到这骚风这么能砍，主要他就泡芙这个血量，你看，骚风是抽一口，他就是少 A 一下，他拆怕那一下 A 死，但是骚风就是正好咳血顶到了最后一刻。他害怕那下 Ace 抢 AD 的人头，就是啊，也很细，过来帮忙打。先示意，哎，安卓直接踢没问题，安卓交一个闪现，
但是在左一面前交闪肯定是没有任何搞头的，直接被撞起来撞到两个人。哎，冷帅也下来了，但这样的话有还有伤害能打死这个冷帅，两件套的帮帮肉，对对帮肉不掉血。哎，但是这波20秒的一个小龙看有没有机会啊，还想在这偷个钱，直接第一时间抓就可以了。冷帅想一个人赶着五个人走吗？冷帅现在还是比较肉的，好肉好肉。李荣还李荣之前还没有进化，是又把我顶在前面一个人，要打了要打了，就急了，夹到了，又往前撤一下，赵阳，赵阳，哎呦，被骚哥给挑起来了，坏了，又亡死了，少爷全部阵亡。当然，没也两边都没有打野，但是这个龙已经被魅魔给控住了，三百血没问题，维克托拿到。就等第三下，哦，这卡得太细了，感觉这小猫高兴不起来了呀，炸到夹子上了。是的，克斯的 GT 优势还是有的，对，想来搞帅哥三人对大招，这 Frigi 这一脚他想 R 闪然后被炸到了，没那么好发挥了，看这波什么情况啊，应该是控制抵消了啊，闪现找闪现，哎，这叫什么意思，哎，这叫什么意思，这波就是踢的时候要不就算了，死飞脚，哦，装备没那么好，是，哎，凯文，反击出一个闪现，拉克斯大招也是交了，维克托大招也交，直接先把你的血量压低，那张还是个小龙无了，得回家。这波左一，哎，有小猫，戴德帅藏在这个位置是不想让 TD 从野区过去的，还是过不去？微波只要直接打这个龙就行了。嗯，他甚至可以让凯特琳一个人打。哦，这骚猫。叫羊想开了，羊神羊的有点歪，哎、歪羊，羊过了。睡一下，但是有个人叫羊了，叫羊，要这波是一个机会啊，要闪现躲羊，闪躲羊了，这一个撞还不错，这波牛宝的操作有一个夹子阵，夹到了骚分，骚分有个大招可以转一下 ，Captain 又睡了一下，骚分有机会秒掉了泡芙，一枪带走了骚分，但这波的话，惹下这个位置有点落单，炸飞了泡芙，但是自己又被吓到，呼，这下 W 把吓得给秒掉。这个 Q 敢跟过去吗？好像断时间了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把 On 的闪现打掉，我甚至觉得 TD 下一波团可以直接找啊。哎，要开他的。对，就先把他给开了。其实这波我觉得 Captain 打得很好啊。嗯 ，Captain 这两个睡很关键呀，对吧？第一个睡 On， 第二个睡到这个 Thorfinn。对。杀掉了野辅，啊不，杀掉了这个打野辅助是跑了，但交了个闪现。嗯。这是火龙魂啊，这波 TD 必须要打的，打不动啊，现在。就是个酒桶太肉了，睡一下不敢上，睡的是个桶，睡到就要开了，一直被拉扯，现在 TT 血量有点跟不上了，再这样被拉扯下去就要记了，哎呦，要死了死了，哎呦，大龙没了呀，直接被秒掉，炮飞是被酒桶吓出了一个闪现，奥恩这里有闪现，但是能跑吗？跑不太掉了，毛明过来赶紧奶一下，又被炸了回来，被拉斯进入到之后，被泽山又炸了过来，被炮响秒啊啊，这边有一个盾。扎了起来，来看一下，插了个针眼。哦 ，Frigi 想去排这个眼，啊、嗯，直接被拉斯 Q 到，然后维克托跟伤害。野区又打起来了，又是奥恩酒桶两兄弟。这酒桶真的是死不掉啊！是的。啊、哦，没有 F 六，没有 F 六啊！但是绕一圈过来，他在下大起，他这波想等威波来勾引过来，勾引过来，是的，把人驱赶过来。现在要放出几个诱饵、啊，威波有点上头了，开始追击了，这波追击要来了，这波有没有进攻的机会啊？扭扭扭扭扭，诱饵，诱饵死了就打不了了，赶紧奶一口。维吉在这个位置还想开吗？还在等。羊撞出来，想撞，哎，撞了酒桶吗？最弱的酒桶，酒桶根本死不掉。牛宝死了呀！牛宝直接没了，大招是炸空了，但是泡芙打泽善还是需要点时间，人急了过来，有机会杀掉了泽善，两边的上单的一个互换，但是弗瑞奇这边又是被控到，七脚二的闪现交出来，弗瑞奇这波有点上头，这敢上的吗？弗瑞奇 Q 到就上呀，真的假的呀？这波泽善也是卖的有点太凶了，猎人啊，那种感觉就。
叮铃铃那个感觉很舒服，但其实嘛也没多少钱，金币进口袋了。嗯，这 Fridge 下了把大棋，怪绕。这波你别说，真把丢那给点死了。对，虽然时间有点久，踩了个。要没有这海妖，我估计点到下巴去了。嗯、还是点死了。那 Fridge 这有点上头了呀。其实确实没必要在T上，因为那个 Captain 已经要决定卖了，对，早跑了。你看他跑哪里去了？准备回家了，在那儿。是。再睡。睡到了，又是啊，这波没闪。但是队友很难追上吧？挡完了。这个四子大招也交了，这波牛宝牛宝了。闪现躲一下立场，维维多的大招也给了。飞机开阳，小飞机，你在干嘛？进来，但是自己死了。能秒掉吗？骚粉，骚粉是最肉的呀！牛宝，牛宝也被牛多收掉，好不吃一局，我这局好痛！哎呦，这个伤害！赶紧奶一下，奶一下。这波上野有点问题 ，Fridge 怎么听不来是赵信吗？他没起，他走进去动一下吸一下捐了。是赵信捅上来的，我还是把赵信给踢过来了。这波上野，牛宝这波有点。着急了，哎，这把盲僧人是有点晕的。对，这没踢吗？你看这波，哎，哦，他想踢幻风，对，他想踢幻风啊。这我感觉踢个二回去也可以，也可以的。对，还是有点点不太动。是的，现在打不动人，这更何况现在，哎呦 ，Captain 上去碰个自己都很危险，哦、差点被秒了，没精神，感觉要被斩杀了。这个羊又过了，没叫出来，这羊没叫到，肥水也是差点被刘松大招给秒掉，只我差一丝血，赶紧奶一下，不奶死了 ，Captain 出一血，哎呦，好痛！谁挡谁要出事儿呀？是，现在只有泡芙还有机会去 A 下人，但是没有火炮，他也不好往前走。拆门牙塔要拆基地结束了吗？这里牛宝出来根本吃不住伤害，要被斩杀了，赶紧回到泉水这里冲呀冲呀，小毛开了大招，跑步 A 起来了，最后快板但是拉普斯一技能给了减速，这边这样直接拆基地感觉要结束了，快攻拆基地差一杀、哎、为什么没人点基地、啊、没拆掉，没人点基地，为什么没点基地，二上去死了，再来了左山他上去顶不掉、啊、这波没人点基地要被反一波了吗？还有没有机会，而且能拿点战略点啊，这没人点基地啊，只有幻风在点，他用闪都在点，这微博，我说实话，上一个在水晶旁边的那个女警就完全没点基地，但这波只有女警在点，我说这波出事了，量太低了，这我要抓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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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没点，骚风先没点，幻风没问题 ，A 了两下，对，幻风一直在 A，Angel 没点 ，Angel A 了一下 ，A 一下，再 A， 哦。哎，就也在被挂输入了，好像没办法，好像第二时间也 A 不了了，都在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内鬼，确实，误会解除，解除解除，这波确实没办法，帅哥，帅哥，帅哥这把肯定先不谈的，帅哥没上路先不聊，这把完全没问题，必须的，得把这个兵线顶出来，战场要控制在高地以下，黄色有没有神奇的一脚或者神奇的一睡，叫羊了，这位一下，叫谁？叫了两个人，这边能上吗？上不了，不是叫死了，没血量了。哇，赶紧拿起来，六六也是往后撤，但是要把人拦在这儿呀，大头兵过去了，小兵拆家了呀，拆家了，牛宝好肉啊，德善死不了，哎，小兵基地基地守家，哎，要人是还行还行，金克斯守得很快，金克斯先顶住兵线不让过来，兵线处理这个基地旁边的超级兵线处理掉，水晶复活，但下路水晶还没复活，这波稳着拆塔，牛宝搁这打装备，小猫得奶一下，忙里偷闲，是的，连 Fridge 就打了一个，但是啊 Captain 死了，被秒了，哎呀，几乎来一个，而且把控分踢到了 AD 的脸上了，这一脚技把 MQ 了，真踢，我说实话，我等了他一整把回旋踢，没有是这种回旋踢，最后一脚还是流血，僵尸回旋，直接一个零幻舞，最后微博有惊无险，不是他这脚太高了，节目效果还是有的，人把土子给踹在 AD 脸上了，就生怕左扇撞不到，因为左扇省两个闪现，恭喜微博 Gaming 啊，有惊无险，但这把我觉得牛宝跟 Fridge 他属于受迫性，小失误吧，是的，总的来说问题不大，是吧 ？Angel 最高输出，泡芙真的尽力了。只能说也是将近4万，弗雷这把就亮了第一波嘛，就第一波那个双杀很亮，嗯，这把看一下是不是哦，维克托安吉尔的维克托，维克托也是本赛季安吉尔的
第一个 MVP， 嗯，主要还是伤害打得比较满。哇，这伤害转化好高啊！220啊！哎，最近我发现维克托经常打出200以上那种。上的我看 Rookie 那个也是，Rookie 那个维克托出门没买装备那把是吧？对，周六还能压着打，这是最恐怖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赛后采访，我是主持人乐欣，在这里我们要恭喜 WBG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我们有请到的是幻风选手，你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微博战队的 AD 幻风。好，还是首先恭喜你们拿下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啊！不过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一下，刚刚那波水晶前面的团灭是什么情况？那波就大家说好推塔，然后我脑子短路了，我就想着先把那瞎子杀了，然后一再一塔，但想了想，就好像没什么记忆那种。但其实看到大家都有在点塔，那在那波之后呢，对面是有可能有机会能够反一波的。那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呢？有吧，但说实话那种情况会发生。那我们队友每个都在互相安慰，然后就不会有那种情况发生。嗯，就大家只要拧成一股绳的话，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的。那第一把可以看到大家都打得很尽兴嘛，然后你们也选出了星空螳螂来作为打野搭配整个阵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打野说螳螂很 counter 对面四个英雄，前面四个，然后我们就玩螳螂。哦，果然 Sofen 的螳螂是有说法的。那可以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，下路有一波小龙团打得非常精彩啊，大家把拉扯两个字做到了极致，甚至最后变成了10个人这个换边来对位的。那想问问当时为什么拉扯了那么久呢？因为我们沟通是那时候一直在打架嘛，说的打打的发现自己血量不是很好，说不打了，然后我们有的人说打，有的人说不打，那时候就矛盾了，然后犹豫的时候就拉成那样。啊，就是最后的话是在后面才开始的，但最终呢，你也是收获了4杀嘛，没能够达到5杀，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？我觉得5杀不重要，赢才重要。好，不重要，5杀什么的都是 nobody cares 的，我们只需要的是一个赢就可以了。那可以看到，在那波拿收获了4杀之后，你也没有去深追嘛，最后是由 Angel 和这个 Sofen 两面包夹之势拿下了最后的一个人头。大家都说你是全队最冷静的，你觉得是这样子的吗？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你最冷静的应该是我们上单吧，还有辅助。最冷静的是上路帅哥和辅助 on 是吧？那你觉得是体现在哪里？他们比较冷静，就是平时你们如果想打架，他们会拉住你们还是怎么样？主要给我的感觉就是上单能清楚的判断出打还是不打，然后我们辅助是能指挥，就很冷静的指挥。哦，就是大家各有分工这样子。那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一局每次交锋的时候，格温都扛着自己的大剪刀在前面挥舞啊，带领大家吹响打团的号角。你们会不会觉得站在他后面会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跟着他一起冲？嗯，会吧，因为有个他，因为他是个想找打架的人，所以躲在别人后面打架挺好的。就是反正就是你在后面输出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给他一定的支援。那可以看到第三局的时候，对面其实非常围绕你们下路打，甚至二级就算是红开的盲僧也直接来下路抓你们。那波 gank 你们有想到吗？那波其实想到了，但我可能因为我自己的失误没有去做反制吧。就想到要来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那后面有看到这个对面的盲僧也有在下路草丛蹲一波，是蹲来了缩粉。那一波呢，其实缩粉是差点被击杀的，但是他自己一口咳血回上来了。那当时你们是不是没有想到这个情况？本来是已经觉得无可奈何，准备放弃他了。那波缩粉在我们眼里面看来就有点莽的，然后后面他杀人了，我们就想着去救他。啊，大家都觉得自己逮到机会了，结果没想到是对面蹲守在那里。不过最后呢，还好换掉了一个头。那可以看到啊，今年有了帅哥的加入之后呢，给队伍是带来一些改变的。你觉得变化最大的地方是在哪里呢？应该是我们之间的运营吧，感觉最变化最大的就是和之前就有人想打架了。啊，就现在是有人想打架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跟着他一起，觉得哪个时候大家应该上就一起冲锋，对吧？啊，那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做一个小的快问快答，话筒可以准备好。女警还是厄斐琉斯？女警。拉克斯还是露露？拉克斯。运营还是打架？打架。好，现在你也是喜欢打架的了是吗？
啊，已经被带起来了，我相信大家是磨合的会越来越好。我们也感谢啊幻风选手来到赛后采访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 spotlight。我快没得帮，我快没得 Q， 走了吧，走了吧，追兄弟了，感觉可以追，感觉可以追，会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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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我不能干嘛？现在是 SIW，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野斧没用，我们野斧没用，一点用没有。走走吧，走走吧，走走吧，去上来。OK OK OK， 追，我看你们，我看你们，打慢点，加油，再下草，打慢点，你们下面打慢点，死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没 Q 都来了，兄弟们，走走走，你们等我吧，我急了，我们。OK OK， 等我整个就急了，我这个急了，我这个急了，我急他玩不了。OK OK OK， 等加料急了，加料急了，等个十秒，兄弟们，等个十秒，来，等我，我急，我来，兄弟们，来，辅助没闪，辅助没闪，看我位置，猜一下，辅助死了，把他陷阱A了，到了 AD， 我连麦大龙，追。我毙了 ，nice， 五杀，去大龙吧，对，这个有去大龙，五杀了，帮你卖，加油，兄弟们，可以大龙吗？我们看不了大龙，我们得毙的，看不了，go， 给我五杀，哥哥，你直接公屏打爸爸，哥哥，五杀都没有，你们别走了，哎，算了，我不去，杀不了，我杀了，我推大了，我来。好，欢迎回来。刚才赛后采访，还有那个麦克风，想说一句，幻风刚才采访，这个会不会有点当场处刑的感觉？人家说无所谓，你最重要，五杀无所谓，真无所谓。但那个、哥哥，给我五杀。但那个语气好像有一点点的渴望，急迫啊，有点急迫，也没问题，拿五杀跟赢不冲突。很兴奋嘛，拿了五杀也可以赢游戏嘛。是。而且刚才看那个，就是他们那个对战的语音，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，就是在微博众人说要撤退的时候，乐善一直问走吗？然后对面说走吗？又问，他很不甘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问了很多遍，最后我又不走了，打就疯。然后这时候开始，乐善全程敬业，只要能打架了，我就不说话了，把队友拉回来就行。乐善，你别说，他现在还挺冷静的啊，是的，现在这个 BO3 还挺稳的。